Eric Kwok 同葉佩文今年結婚七週年，日前佢哋就二人世界慶祝七年之養。Eric Kwok 仲喺屋企為太太下廚，佢哋都有喺社交平台分享下廚過程。片段入面戴住頂紅色浴帽嘅 Eric Kwok 就話呢次係自己第一次整鐵板和牛，但係都煮得有板有眼，連太太葉佩文都有喺旁邊大叫厲害。最後又喺社交平台大讚啲嘢好食，仲將 Eric Kwok 封為鐵板小廚神添啊！除了铁板和牛，叶佩文亦都铺了两大板海胆出来，还说收到海胆开心过收钻石啊。